有真正相信过我吗？你信过我吗？你知道被信任吗？我现在懒得跟你讲，你永远都是那么冲动。缉毒犬呢？申请了，在来的路上。到了，让缉毒犬再闻一遍。好的。查仔细了，全拆了。好的。说，藏哪儿了？看到全是香蕉。广州的香蕉多的是啊，你从这儿运过去成本够吗？大家都省点事行不行？别逼我把车全拆了。赶紧拆，你拆，拆完了以后没有毒你赔。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你怀疑我走毒是吧？你有哪一次亲眼看到我走过毒？你仔细回想以前，哪一次不是我点给你？你不过是在利用我，这不挺好吗？你利用我查案，我利用你给我爸报仇。挺好啊，那你这次告诉我吧，啊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在做我该做的事儿。你是不是忘了你在我爸坟前说过什么？你有真正相信过我吗？你信过我吗？你知道被信任吗？我现在懒得跟你讲，你永远都是那么冲动。你这次撞我车，你下次还准备干嘛？你告诉我，你下次还准备干嘛？你是不是想我死？交警队查车呢，你听我的，赶快回来。梁队，回来。跟我走。